但并不是。那你会很奇怪，她为什么要叫本仙女？我断定这个号不是她本人的，可能是她老婆的。炸你这位晕座，没事，你敢打我，闪现拉开怎么样嘛？你没招，逼我一个闪而已，无所谓的，我就是要硬刚你，因为我是铁头娃，铁头娃，点你走位，健身来了，快跑！亮了一手牌子，很嚣张，他认为我技能没中他。怎么说嘛，血之滋味不是假的呀！你敢伤我吗？你敢开阿尔法突袭吗？我勾引你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哎，啊嘟，给不到。好，第一个闪现躲他，刚才没金身，有金身可以省个闪，但我必须要交，千万不要舍不得，血之滋味，舒不舒服？你有隐魔刀，我不虚，你只要上我就打你，现在没大招，你是咸鱼麻瓜，咸鱼。咸鱼，哎，我就这么一点血，你敢不敢上？不敢上，你就给我加黑暗收割。就凭着这一手金身，跟你浪。这个钱你敢吃，就是一个烈焰之柱，加上大招弹弹弹弹钉，咦，杀我！我很慌。一点都不慌的，还给你切换一个 FR 看一下上路是什么状态，因为可能我要 TP 保上啊，心里有数。这